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21面，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我们从末后一句啊，生盲之辈也，一蒙运移，令知时节寒热之气。草木无情，悉皆滋长。如来至日一佛如是，故曰至深影现中原观。这个是六观第四观幕后的这一段。说明，至深影现中原，最主要的，是说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普度众生，应众生之感，能见众缘。我们细心观察，事出世间法，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待人接物，又何尝不是个缘呢？这“缘”这个字，范围太广了，太大了，太深了。如果把这个缘能处理好，那就像诸佛菩萨一样，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做事难啊，做人更难。那人缘要处好了，一切事的障碍也就没有。佛教化众生，经上常讲缘生啊，生什么？生万法。在这一部论文里面，第三段讲三种周边啊，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啊，起心动念的周边法界。啊，第二个畜生无尽的，那是缘呐。啊，那就是缘生。啊，所以这因缘生法。啊，佛往往把因省掉了。特别强调缘啊，什么原因？因为因可以说，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那么因是什么？是自信里面的德能相好啊，智慧德能相好。我们特别着重在呀、啊、德能相好上，那是因呢，能生的因呢。啊，有缘它就现象，没有缘它就不现。啊，我们学这么多年呢，这个事实真相呢，逐渐逐渐清楚了。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我是正报啊！啊，除这个身之外呀、啊，都叫做依报。啊，实际上说呢，这个身也是依报。最密切的一个依报，啊，身不是我，这学佛的人都知道，身是我所有的。那什么是我呢？在佛法里面讲，灵性是我，就是自信。啊，一念不觉，灵性就现前，就有个依报了，啊，有个身，啊，有色身，啊，这个一念不觉，自信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也不是真的，明心见性之后，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了，阿赖耶就没有了。啊，大乘教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就没有了。啊，阿赖耶变成四智。啊，叫四智菩提啊，啊，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是性起啊，啊，转识成智，那么我们的正报弥勒之后就有了。越迷越深，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也是总是语言不同。啊，如果我们不离开佛陀，不离开圣教，我们所迷的哎，就会越来越淡薄，这好事情啊！啊，渐渐呢就回归自信。如果遇的缘不善，那你就越迷越深，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从十报头，你会落到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再往下去菩萨法界啊，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再要遇到不善缘，起了执着了，这一起执着的时候，从四圣法界就落到六道里面去了。啊，六道有善缘有恶缘，遇到善缘三善道，遇到恶缘三恶道，总在遇缘不同，啊，所以智慧就重要了，因为智慧也能见众缘，你把这缘看得很清楚啊，哪种缘可以随，哪种缘不能随，
要随缘呐、啊。佛，这是破了无明的啊！我们常讲，这些人他有功夫，那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呢？无时无明破了啊！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分别执着是绝对不会起来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的菩萨了，化身大士啊！啊，他们超越十法界了。住十八土啊，有能力啊，把一切缘呢都看得清楚，他能随一切缘，我们不行啊！啊，我们总是要辨别染净、邪正、善恶，我们要有能力辨别这个。啊，清净的可以随，染污的不能随。正法可以随，邪法不能随。善法可以随，恶法不能随。啊，为什么？我们烦恼习气没断，那就不能随恶缘。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他有本事，他可以随我缘，可以随染缘。为什么呢？做种种示现呢，给我们看呐、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啊，这是真实的慈悲，无尽的慈悲。啊，就像在舞台上表演，啊，他可以演正面，也能演负面，那他能演清净的，也能演染污的，演得非常逼真。啊，让我们看到受到感动，受到启发。啊，这都是教学吗？实际上呢，佛确确实实如如不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49年。般若会上他讲了真话，真话是什么？他实实在在没有讲过一句话啊！谁要认为佛讲经说法了，那叫谤佛。这句话意思很深，我们听不懂啊，明明说了49年啊，集结经藏成为现在的大藏经，怎么能说没有说话呢？啊，那从理上讲，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哦，这个意思是。不说话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没有说。说话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有说，
这越说越玄了，我们听不懂了。表演的时候，比如说身教啊，坐而无足，无足而坐。没有演出来给我们看呢，不能说无足；演出来给我们看呢，不能说有足。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体会？古人有一句话是大人作六啊，这个大人是诸佛菩萨了，不是凡人呐。凡人做不到。这个凡人呢，包括四圣法界。在大乘法里面，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六道是内凡，都叫凡夫。那什么是圣人呢？超越十法界才叫圣人。还在十法界里面呢，都不称圣人。勉强呢，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称为小圣，不是大圣。大神一定是超越十法界。所以能见众缘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一个缘字把境也包括在里头。通常呢佛法语言是讲人事。人事环境。境界那个境呢是讲物质环境。我们的环境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个人事环境，一个物质环境。但是在此地这个语言里头也包括物质环境。从事实真相上来说，原相本空，智体照体。有目之流，无不独见，没有人没有看到。看到的问题在哪里？你觉不觉悟啊？宗门大德常讲了，你会吗？什么叫会呢？他一看就觉悟了。怎么看也不觉悟，他不会呀。不会怎么办呢？多看。看久了，他就会了。所以古人教给我们读书千遍呢，其义自见。你能不能把一部书念到一千遍？念到一千遍，肯定你就会了，你就觉悟了。什么原因？觉是智慧，智慧从哪来的？智慧从定来的。人要把书念成一百遍的话，他心定了，定能开慧，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现在人难。难在哪里呢？心浮气躁。一样东西让他看三遍他就不耐烦了。这显示什么？没有定功啊。不会开悟啊。没有耐心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培养。一遍怎么行啊？我们学东西，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常常跟同学们讲，我们跟老师学经，一部经，至少要讲十遍。
我跟老师学了，学到自己能讲了，能讲之后最少要讲十遍。你阿赖耶识才有深刻的印象啊！明了之后啊，就解了之后啊，你要能行啊，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上乘啊，经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我得受用了。我要不熟，我怎么能得受用？那有些同学学个讲个一遍两遍，不错了，自己不错了，就要学第二本，学第三本，结果到最后都不能成就，根扎的不深啊。有目，这是什么呢？就是有悟性的人啊。读见是讲他悟处啊，他一看到一听到啊，他有感悟啊。生盲之辈，这都是比喻啊。生盲是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啊，所以他看不到东西，这是表示什么？根性钝的啊，他怎么看怎么听他也不会开悟。只这一类的人，他得不得利益呢？得利益啊，也得利益，甚至于连花草树木都得利益了。这个利益就是现在所讲的啊，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就有，不是从哪来的，这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有能量，有信息，有物质，但是他没有缘，他不会现前，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啊，一千遍也不会开悟，也不懂得佛的意思，可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得到利益？得到。所以他幕后一句如来智日，就是自性般若。也就是这个样子。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得受用，但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这就要教，就要学啊。那么昨天我们读到啊，能见众也，略略的提到啊，释迦牟尼佛在经里讲过十种叙事的因缘。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来学学啊，这是什么？用现在讲，这业因果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这是在经里面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摩揭提国住园中就是住灵精舍啊，佛在奇数揭故度也住灵精舍了，讲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经。那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他也很活泼，也不是很固执的，虽然一生他坚持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可是有一些长者、居士、过往大臣。有非常美好的庭院，也很宽大，请他到里面，供养他，请他带着他的学生在这个里面居住安居学习，他也不拒绝。讲完之后呢，他就走了，都给我们后人做样子他不留念再美好的环境，我在这里讲一部经，讲完之后就走了这个地方还给主人。所以我常讲主人有所有权释迦牟尼佛借用的时候他有使用权他这是借了使用讲完了就走了，哪里有缘到哪里去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讲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呢，在住灵精舍他给这些学生们讲他过去生中的缘，为什么呢？这一生中有一些报应，这果报从哪里来的可是说法了也有缘起，这不是佛无问自说的，是舍利弗提出的问题问释迦牟尼佛比如说佛在世也遭人毁谤，也遭人侮辱，这个学生就怀疑了，你老人家成佛了，反复有这种事情能说得过去，为什么你也有这个问得好这一问呢，把很多人的疑惑都化解了佛说清楚了就化解了。大意都是说过去，那过去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凡夫修行成佛不止三大圣期间，这个诸位同学要晓得三大圣期间不是对我们讲的，三大阿僧期间是对化身菩萨讲的。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天开始彻悟之后他不但超越六道，他超越十法界他是化身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从这一点起他还有烦恼吗？有烦恼，太微薄了，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什么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无始无明它断了，习气没断
那吸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断掉呢？要三大时期。用什么方法？没有方法。啊，只有时间长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是这么个意思。这是我们总的要明了的。啊，所以一般经典上都说，凡夫修成佛是无量劫。啊，我们听到这个也不要害怕。啊，为什么？从理上讲，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啊，你能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马上成佛。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这个样子。啊，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的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知识分子，慧能大师实现的是不认识字。啊，这个东西与知识、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关系你肯不肯放下。啊，佛也是随便讲了他自己过去生中啊造作的恶因。啊，无数千岁呀，这一句话就是无量劫来呀，受无量苦报啊，所以人不能造恶，造恶苦不是一生的，生生世世。为什么？恶因在，遇到恶缘，它就有期限性。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啊，你恶因在哪里呢？恶因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是个仓库，你所造的一切善恶染净全在里面藏着。啊，它会起作用。那么到成佛，成了佛，成了佛还有余罪啊，残余未尽，就是习气啊，佛门叫习气啊，罪是不造了，完全觉悟不再造了啊，断掉了，可是还有习气，那习气还会惹来果报。啊，那我们要佛有没有习气？佛没有习气，没有习气为什么还现这个？那就他实现。啊，我们在这里要懂这个意思。啊，化身菩萨哪还有这种果报呢？不可能的。啊，说实实在在的话，啊，阿罗汉有这个。到人间有这个果报可能，为什么他习气未断？啊，什么习气？执着的习气，分别执着习气断掉就没有了。啊，化身菩萨是无始无明习气，那个没关系啊。那个绝对不会有这些思想，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释迦牟尼佛这样的示现，我们就感恩了。啊，他是来教我们的，他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啊，像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这是成道了，示现成道，八相成道了。啊，还遇到叙事的这些冤家啊，我们今天讲的冤亲债主啊，他来找麻烦了啊，所以佛告诉
舍利弗。啊，舍利弗请罚吗？就以他为代表吗？啊，他说你看，如来众恶皆尽了，万善普被呀。我们常讲啊，诸恶不作了，众善奉行了。啊，他已经做得真的100%的圆满了。哎，又不免此许愿者。啊，盖于世人，凡造恶业，果报难逃，故设施许愿。这个佛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啊，这是实现。啊，告诉你，恶业不能造，造了恶业，决定逃不了。啊，《太上感应篇》里头讲得好，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例子，讲僧陀利报佛。啊，因那都是很早很早种下来的。啊，往昔所种的这个因。啊，那么佛举的这个例子多半都是在当地。啊，这个是自古以来些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举例子，举比喻。就近取譬喻，为什么？大家清楚啊，大家都知道啊。而现在外国人在深度催眠当中也发现，这个灵魂投胎呀，生生世世啊。纠缠不清呐！啊，在中国也有。我是这两天有个同学给我一个信息。今年发生的事情，2009年发生，一个少年杀师，中年的时候他断食，果报啊，放纵情欲啊，祸延后世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附体。冤亲债主附体，附体说出来了。啊，什么时候借的这个愿？在元朝时候，距离现在700-800年了。啊，那个时候是蒙古人，蒙古的王爷。啊，那个时候害死了人，啊，王爷嘛，啊，害死什么宫廷里面的，艺人，啊，他们在宫廷服务，啊，害死这个不少这些人。一直到现在怨恨没消啊，要来夺他的命，要来报仇啊。那么他们周边都是佛这个学佛的同修给他来化解，最后他也同意啊，到这个海岛金山寺参加这个法会啊，得到超度的离开。这个事情麻烦透了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给对立，现在你能看到，你就晓得它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有这些示现呢，来给我们看。啊，僧陀利谤佛，也就是很久远之前。他说有个波西人，这是我们说街头卖艺的杂耍啊，这个人呢叫净严啊，净严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也做过杂耍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个淫女，名字叫露相啊，净严就诱引露相啊，坐一个车子出城啊，在一块雨露，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奸杀啊，强奸之后就把他杀了。这释迦牟尼佛前世啊，杀了之后就把他尸体埋在这个园林里头。这个园林里头啊，有一尊辟支佛在修行。那么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案子发生呢，就连累了辟支佛啊，人家以为是辟支佛把他杀掉了啊，可是净严还算不错啊，他看到辟支佛受这个冤枉啊，冤屈啊，他良心发现啊，所以他生起悲心，他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就自首了啊，自首之后这个罪很重啊，还是被国王杀掉了，这是过去世是一段的阴影啊。然后佛就说净严就是他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录像呢，就是现在的僧陀利的冤亲债主。那个时候他奸杀了录像，所以这生生世世说无数千岁受苦无量啊，只要你的冤亲债主没有真正放过你，是吧？不跟你再计较了，就很麻烦。啊，纵然这一次啊放过你吧，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又恨你，这个麻烦大了。所以他这个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啊，什么时候他真放过你了？给主说。他要超度往生极乐世界，真放过你了，以后不再纠缠你了，啊！如果还在六道轮回呀、啊，我想这个账就很难，很清不了啊。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啊！所以我们想想啊，这种因果报应太可怕了啊！释迦牟尼佛前世有。我们现在也有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很多啊。啊，要想逃出这个关口，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冤亲债主，他往生极乐世界；另外一种是我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啊，那就没事了。啊，我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将来到这个六道来度众生。啊，那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又会碰到。那碰到时候怎么样呢？碰到时候，这就叫不昧因果。啊，不是不落因果，是不昧因果。过去造的这个业因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可以表演一下，然后度他。这是肯定的嘛，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嘛。啊，能帮助他了，成就佛道啊。第二段讲的舍弥巴也是谤佛，这一次这个谤佛，佛讲的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佛说过去远劫，也很久远了，有婆罗门，名叫阎如达。啊，常教啊五百童子，这个阎如达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这个五百童子呢，就是现在的五百罗汉，你生生世世的这个缘分。他说还有一个梵天婆罗门的妇女，啊，名字叫净印，啊，这是梵天婆罗门，我们现在讲了他的夫人，为阎如达做坛月，啊，这用现在话的说了，做斋主，现在我们台湾习惯叫护法。他来护持这个阎如达，饮食衣服你看悉皆供养，释迦牟尼佛也做过婆罗门呐，后来呀，有一尊辟支佛入尘起时，这个净音，就是梵天婆罗门夫人，看到辟支佛，就请他供，这个请辟支佛了供养他，供养辟支佛。这自是以后啊，乃日具美食而供养。供养辟支佛很丰厚，阎如达就感觉到这个护法了，簸箕后裨供养辟支佛供养的丰厚，对自己呢就微薄了，所以就起了嫉妒心。佛令童子谤此道士，这个道士就是辟支佛，说他无有净行呢，与净音通私通。你看造这样的罪过。辟支佛遭遇这个
这个回谤是后批制佛现神变入灭啊，入灭就是圆寂了，他现神通之后圆寂了。大众才知道啊，颜汝达嫉妒啊，妄语啊，伤害别人了啊，所以佛就讲了，那个时候的颜汝达则我身是。那个时候的静音就是现在的舍密巴。那五百童子呢，就是现在的五百罗汉。他说是我当时起了嫉妒心，受诸苦报啊。啊，这个苦报是果啊，嫉妒心是因啊。今虽得佛，现在成佛了，由此余殃。所以受十密八的报回报，释迦佛这是慈悲道的基础啊！这十桩事情都是说自己在过去因地修行犯的过失。那么这个前面两桩都是前面是奸杀啊，这个地方是嫉妒毁谤啊，这个造的业很深啊，很重啊。而且这种现象呢，你看从前有，现在更多啊。啊，辟支佛是圣人，比阿罗汉还高啊。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习气没断啊，辟支佛了，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是圣人啊。他住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你毁谤他，你陷害他，他那个地方结不结罪呢？给众生不结罪，他会原谅你。不但原谅你，他还会诵经念佛，回向给你。为什么？他有慈悲心。知道你造的这个罪业将来要堕地狱，知道你地狱苦啊，所以常常以功德回向给你，减轻你的这个苦难啊。人家用这个心对待你啊，你不知道啊，那你的罪从哪里结的呢？这一些圣人在世间他是度化众生，你把他害了，你看他死了，现神变之后他就入灭了，许许多多众生这个法缘被你断掉了，这个最重了。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你能不能害他？不能。你害他是害自己啊！你把很多有缘的人啊，这个法缘断掉了。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断人生命最小，
你把人杀了，这个罪不重。断人慧命的罪也非常重。你看得人身的人多少？啊，得人身能闻佛法了，能长养慧命的人有多少？不成比例。随着文法的机缘呢，无比的殊胜，你怎么忍心把一切众生跟辟支佛文法这个缘分断掉？这个罪就是阿弥陀。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弘法利生的功德不可思议。事出事法里头，第一功德是什么？就是弘法利生。这个地方有阿罗汉、有辟支佛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遭难呐。那为什么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这个地方有正法了。你毁谤陷害，你伤害不了人，这个修行人你伤害不了，你伤害的时候把正法灭掉了，把一切众生的善缘断掉了，结罪在这个地方，这我们不能不知道。佛讲第三桩事情，是佛患头痛。这事情是怎么回事情？释迦牟尼佛头痛啊！这佛说了，过去云世，这时间久远了。罗约其城都是讲的印度地方，荒年，无贵人机，我们就晓得，现在人讲叫粮食危机，没得吃了，蕨百草根呢，以虚为命，你就晓得这人造这个劫难。